刚才同学有问到，开始了吗？刚才同学有问到的是，在刚才我们去在 App Store 里面，在 App Store 里面我们要去下载档案。可是，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档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看不到它的下载进度，怎么看？很简单，你到你的 Launchpad 里面。你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 Xcode 的软体正在下载中，只是它要下载多久，你只看得到它的进度条。哦，你可能会没有办法抓到一些预估时间，因为它不是透过那个网络上面的下载。那网络上面下载的话，就是像刚才讲的，在 Safari 浏览器里面，如果你今天下载档案比较大，你会看到它的下载时间、预估时间。跟进度，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，你只会这边看到进度条，还有它是否现在正在安装等等的状态列。哦，这个是刚才同学的问题。好，这是刚才针对进度条的部分。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对于操作上面还是有遇到问题的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的话，议员可以卡了。